宝宝在脸出现说，对啊，刷卡付现金让他买养老，定金定金，台北市吧，台北市，那就千万要，那是我妈的隐私，我不能说，所以你每月贷款要六位数，这是关于我的隐私，就不要了。高价格有心惊还是觉得还好？我觉得真的要买下去的时候才知道，其实真的蛮惊的。而且因为现在房子公设比也很高，你以为你签了付了一个这样子的，但后来你进去房间里面看，发现去哪里了？所谓的平数。所以有超过你心里的预算吗？我没有预算，你没有预算。哇，大户哎！我想说，一个长辈你要住多大？你告诉我你要出多大？我觉得我妈是一个挺知分寸、好跟进度的人，所以不会要求的太过分。我觉得就是她住的开心习惯。那宝姐最近宝宝在脸书写说，对啊，刷卡付现金让他买养老定金，定金，定金，不是一次付。不是，因为我下面朋友就想说这上是黑卡嘛，我说你看清楚，上面写定金。有没有？还在付贷款？还在付贷款？千万要吗？台北市是要哭了吗？让我在这里哭出来。台北市吧，台北市吧，那就千万要，那是我妈的隐私，我不能说。所以你每月贷款要六位数，这是关于我的隐私，就不要了。虽然他照片都拍了，我都想说你拍这么明显，大家都知道你在哪里。对啊，对啊。那我想说，算了，他开心就好。高价格有心惊还是觉得还好？我觉得真的要买下去的时候才知道，其实真的蛮惊的。而且因为现在房子公设比也很高，你以为你签了付了一个这样子的，但后来你进去房间里面看，发现去哪里了？所谓的平数。所以有超过你心里的预算吗？我没有预算，你没有预算？哇，大户哎！我想说，一个长辈你要住多大？你告诉我你要出多大？我觉得我妈是一个挺知分寸跟进度的人，所以不会要求的太过分。我觉得就是她住的开心习惯，因为那是大楼嘛，所以下面的管理其实都蛮好的，然后交通非常方便。我回医院，我附近有两家，爸爸的健康都还好，哦，非常好，对。当然，可能到了冬天还是会咳嗽啊，或者什么之类的。但我觉得，经此一役，我觉得他有意识到，就是酒要喝少一点。哦。但他喜欢的工作还是都没有停过。哦。但那没办法，因为他就是一个有工作就会比较开心。嗯。那人要开心，身体才会好。那我劝他不要乱接一些工作啊，像之前诈骗。我觉得那不是工作。刚刚我经纪人跟我说，他有台中的朋友要结婚，问我可不可以拍影片。嗯。我说我怎么知道是诈骗集团？嗯。对。但因为是他朋友，我觉得应该还好吧。我们都会这样想。嗯。所以宝仪姐平常有不顺畅的问题？以前真的有。其实你问那个我们经纪人就知道了。我不管是多早的外景，我早上一定要上完厕所才要出门。就是因为我很担心，因为我们常出外景不知道去什么地方，所以如果那里不是很方便又不是很干净的话，我会有心理上很大的压力。而且可能以前在外面工作的时候有些不是很好的经验，所以我都会要求自己出门前把自己弄得很干净了，然后再去工作。那你有过在草丛？大的还小的？大的，对，大的经验。所以我登山一直有障碍。你知道我曾经去西藏爬过山，我一整个礼拜都没有啊？为什么？没办法，一方面是太冷，因为它是零下，它在山上一段时间真的，那是我人生的高峰。我不但爬上西藏的高峰，那也是我人生的高峰。对。那宝仪姐平常还会怎么保养身体啊？早睡早起，然后吃健康的食物。我真心觉得吃东西很重要。挑食吗？不吃豆芽菜，就跟大家有人不吃香菜是一样的样子。是有种豆芽菜的味道的，就算不吃香菜的时候，它就是有种香菜的味道。哦，对啊。嗨，大家好，我是吴宗宪 ，Jacky Wu 宪哥来了。我是哪个？我是哪林？我是小 S。我是台湾选秀巴上陈美凤。我是郝静莹。我是郑木成。我是山田腾。我是你的 Weekend Boyfriend Kevin 廖博雅。我是艾薇。我是兰兰。我是吴依我是林真义。我是郑欣我是陈君。我是陈君。圣诞跨年又到了，你们想好圣诞跨年要去哪里过了吗？想要获得我的圣诞跨年交换礼物吗？冰文化呢有准备的礼物要跟大家交换一下，用点心思，用点情感准备的，厉害啦！马上下载，有个新的 APP。
马上下载娱乐新闻 APP。马上下载娱乐新闻 APP。或是上三立新闻网参加投票，请到三立新闻网来投票参加。上三立新闻网投票，就有机会获得我的交换礼物哦。加入我们的交换礼物，我的礼物非常好哦，很健康，很有 feel 的礼物哦。快下载，祝你得奖 ，Merry Christmas and Happy New Year！ 祝大家圣诞节快乐 ，OK，Happy、okay, Christmas。And New Year. Merry Christmas.